当年六月甲八月拢有观察头海岸会出现伫咱东部的海域，这两天啊，伫咧花莲的海域就出现高价。专家目前是咧调查讲，敢是因为地动了后，游客甲观光船减少，观察头海岸才会出现这么侪只。要研究东部海域的海洋海底生态花莲县，福建文山协会从2023年开始执行去太平洋观察头海洋的计划。最近这两天，就伫清水断崖海域发现有高价，其中一两只比上海洋船较大。一头蛮大的，大概16公尺长，快跟一艘船这么大的抹香鲸，就没想到没多久就另外一头也来了，然后就一头一头一头两头四头这样子的出现。六月到八月时，观察头海岸伫东部海域出入的时期，即摆有淡薄提早数量较侪，互外界怀疑是受到地动了后观光客减少的因素。毕竟受海洋船航班少，对海洋海底的干扰就少，对此学术单位也在调查研究。那很频繁的活动其实也会造成一些水下的噪音，那鲸豚它们其实是很靠听力在海洋里面活动的生物，所以需要蛮长的时间来厘清，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很确定。实际来到秀景码头观察秀景活动更是真热，六间秀景公司现场就有一间临时接到一组，因为泰鲁国家高空防备站来秀海岸的团客，也接管探地动了根本无行李。我们花莲港的载客率还不到5%。非常低，甚至有很多的航班我们是开不了，因为只有3-3、2-2的客人，一艘船这么大，一艘船开出去，说实在，等于是在卖油。业者强调，即马修建活动拢真优先，避免过度干扰海洋海底。要么个卫视会开始花莲港，八只修建船出船率无够一下，要安怎滑落去？即马海上的海岸海底拢回来啊，也希望观光客会当过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